好，明天天气如何？要带你来看深海气象。好，先看到屏东地区狮子牡丹板洲低温22，高温有32度，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雷伊圈日低温21，高温有35度，都是20%的降雨机会。而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18度，高温有35度，3到4成降雨机会。而高雄桃园那板沙帽林低温12度，高温有33度，2到9成的降雨机会。在嘉义阿里山12到31度，也是高达90%的降雨机会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低温12度，高温有31度，都是90%的降雨机会。而在台中和平17到31度，也是高达90%的降雨机会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低温19度，高温有31度，6到9成降雨机会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低温16度，高温有32度，也是7到9成降雨机会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低温20，高温有32度，7到9成降雨机会。宜兰大同南澳20到33度，2到7成的降雨机会。而接着看到花莲地区，新城花莲市吉安25到33度，都是20%左右降雨机会。寿林万荣18到33度，4到8成的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23到34度，1到2成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24到34度，都是20%降雨机会。而在卓溪玉里富里低温12度，高温来到34度，降雨几率最高90%在卓溪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低温25，高温有34度，降雨几率都是偏低的。而池上关山海端延平低温14度，高温有32度，降雨几率最高在海端80%。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23度，高温来到33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20度，高温有33度。而继续看到兰屿地区25到31度，只有20%的降雨机会。外岛地区低温27度，高温来到34度。